一锅一铲炒天下的时代早已过去，层出不穷的料理机、空气炸锅、水域真空机，用不同的方式丰富着我们的厨房，平淡的生活因此增添了乐趣，食物也因此锦上添花。只要花一点时间在这些机器的帮助下，就是没有做饭经验的小白也能做出餐厅级的美食，自我满足一番。我们就来看一看 Costco 这些颇有创意的厨具用品，即使不买也能了解厨房小电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。水域真空烹饪一直是专业厨师的烹饪手法，制作出高水准规范化的佳肴。那一块块纹理清晰、肉质鲜嫩的牛扒，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支付数倍的金钱。而今这一厨艺已复制到家庭中，炊具套餐包括加热棒、容器架，利用精确的温度控制蒸汽循环，将食物在水域真空中烹饪到非常精确的熟度，从而创造出其他烹饪技术无法达到的美味，在家里就能做出高级餐厅的素质，吃到最嫩最美味的食物。它的操作方法很简单，发热棒连接到容器上，根据所需的煮熟程度设置时间温度，将食物放入密封袋中，煮熟后通过烧烤煎的方法添加酥脆的金色外层，三文鱼、牛排、鸡蛋等食物都能通过水域真空烹饪做出质地细腻、半透明、粉红色、肉汁丰富的大师级美食。这款多功能压力锅紧凑型设计，即是压力锅、空气炸锅、煎锅、慢炖锅，还是烘干机、蒸锅、烤箱、酸奶机，嫩脆技术可快速烹饪食材，与传统烹饪方法相比，烹饪速度提高了 70%， 可以短时间内完成食物烹调，并保留了食物本身的原味和口感。采用 Ted Crisp 技术，使压力锅轻松变身为空气炸锅，将食物炸成金黄酥脆，配备了陶瓷不粘涂层内胆和陶瓷不粘涂层空气栅栏，涂层不含致癌化学物质，使用安全放心，易于清洗。这款多功能电烤锅集烧烤炉和空气炸锅于一身，配备烧烤、炸、脱水等功能，有低、中、高、最高四档温度可以选择，配有智能探针，方便监测食物内部温度。全新的 Smart Pro 木炭烧烤技术，500华氏度空气环绕，25分钟轻松将食物炸成金黄酥脆，制作过程无烟无油，实现烧烤空气清扫、水润，烘烤全循环，留住食物原味，保持室内干净。10寸乘10寸的超大烤盘，可以同时煎烤4块7盎司的鸡胸肉，6 quart 的容量，可一次性烹饪大量食材，适合全家人食用。烤盘和内胆都可以取出用洗碗机清洗，方便打理。这款欧米伽多功能低速原子机主打黏膜榨汁功能，不是使用旋转刀片切削，而是独家采用螺旋双节蛋挤压的方式，以每分钟80转速度挤压水果或蔬菜，
是近年来流行的慢速榨汁机的概念，避免了蔬果的氧化，能更好地保留食物的营养成分，因此果汁能保鲜72小时，同时产量更高，味道更鲜美。它的配件齐全，可以作为料理机来制作婴儿辅食，也可以做面条、研磨咖啡豆、香料、制作花生酱、坚果酱，中西式面食都不在话下。使用时噪音小，操作、安装、清洗都简单方便。这是烘焙迷眼中的法拉利，马力强大，功能实用，搅拌黄油，打发鸡蛋，搓揉面团，做各种烘焙美食都是绝佳的帮手。美食频道上处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，搅拌机还配送打蛋器、平面搅拌器和面团钩，足以应付各种不同类型的搅拌，无论是打发、混合还是和面，只要一道指令都能做得服服帖帖。这是厂家与 Costco 合作的型号，性价比和同等级的产品相比划算很多。2.2匹强劲马达，10档变速设置，分秒间就能将食物打碎，自带64盎司标准搅拌杯，满足日常处理食材、制作饮品的需求。另外，它还带一个20盎司的旅行杯，通过转换头直接搅拌，随身携带。和其他传统型号不同的是，这款料理机还带有倒计时功能。只需设置好搅拌的时间，无需等候，奶昔、饮料、热汤、冰激凌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它做不到。这是一款多功能营养榨汁搅拌机，能带来健康又美味的健康饮品。在搅拌食品的同时，仍能保留住最有营养、易吸收的成分。600瓦强力电机，专利旋风刀片，能研磨所有的食材，清洗很简单方便。内含不同容量玻璃杯、旅行杯、刀具等12件物品，还有食谱，帮助获取食物中的隐藏营养。这款空气炸锅采用热空气对流烘烤技术，用热空气替代原本煎锅里的热油，让热风在密闭的锅内形成急速循环的热流，同时热空气还吹走食物表层的水分，在表面形成金黄酥脆的表层，令食物达到近似油炸的效果。煎炸、烧烤、烘焙一机搞定，无油烟，健康美味。预设4个自动烹饪程序，温度可在105到400华摄氏度调整，烹饪完毕自动关机，安全可靠。最大烹饪容量约2磅食材。它有7倍的容量，椭圆形的外观，抛光不锈钢外壳 ，Crackpot。是慢炖锅的原始品牌之一，操作简单直观，数字平板控制，使用智能烹饪设置，可以选择4或6小时的高温烹饪，也可以选择8或10小时的低温烹饪。烹饪完成后会自动跳转到保温状态，可以在早起上班前把所有食材放进锅里，设置好烹饪程序，晚上下班就能直接开饭了。这也同样适用于隔夜烹饪。爱喝粥的华人用 low 的档位，
煮出了茶楼一样浓香绵稠的粥。蒸炸煮烤，想做好吃的，还想省力省时间，选择一款好用的小家电是会帮上大忙的。希望这期介绍能对大家的生活有所帮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